台中的当然已经变成了晒衣架，你还拉起来吗？验收看看。我当然是，当然开玩笑，我你要我拉起来。等一下用十下，轻松的。我们最近也看一下，到时候他当爸爸之后会不会有所谓的爸爸样出现？撑住，好不好？加油！他现在有一点点，他跟我一样有怀孕几个月的迹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果果。Hello， 我是范江。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今天就是要趁小任务，趁着他还没出生之前，没错，把我们的家改造，对，小改造一下，就是趁着小果酱出生前呢，因为其实现在也慢慢快接近他出来了，就是有一点意识到，觉得还是有个他的空间。所以就决定要来做一个无痛大改造，就是可以一日完成的。然后客厅想要怎么改造，就是到时候换木头地板，主要会把这个地毯也换掉。地毯大家有看到这个比较长毛的，就是虽然很舒服，然后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我们朋友来过都称它为丛林，丛林地毯。东西掉进去，可能就再也找不出来，再也找不到。你想象的家有没有怎么样的感觉？想象的家应该就是都是木色系的吧。我们就想说让家里就是尽量极简化，个人是有一点点小洁癖，就是喜欢东西很整齐然后很干净，但是大家都说就是有了小孩之后你就是不用想着有干净的环境，但是我一定要做到这件事。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传说中的单杠呢？传说中的单杠已经变成了晒衣架，你还拉起来吗？验收看看。当然是，当然开玩笑，我你要我拉几下？等一下用十下，轻松的。我们最近也看一下，到时候他当爸爸之后会不会有所谓的爸爸样出现？撑住，好不好？加油！他现在有一点点，他跟我一样有怀孕几个月的迹象。好，我们呢现在是家徒四壁的状况，就是为了养小孩，我们把所有家具都变卖掉了，全部都给你，对，没错，没有啦。但我其实蛮喜欢这样空空的感觉，喜欢这种家徒四壁，没有觉得这样看起来就变得很宽敞。感觉这里换上木地板之后，它就可以在这里无限来回爬行，每天爬行十趟，然后它就会很好睡。我们今天来挑桌子，心意的桌子就是这个。你看这边是桌子女郎，对，桌子女郎为你介绍桌子。因为桌子很棒，它可以收成非常小，所以我让那个到时候那个原本餐桌的地方就会很空，就可以在那里翻跟斗。下定了，来到了宝宝区。哎呦，以前逛的时候都会特别逛宝宝区，居然真的有一只宝宝要出生了，女儿，女儿在这里，女儿，女儿，哎，这个舒服吗？在这里试躺枕头的意思是，这个蛮好躺的，准备拿货了。完了，因为他原本真的很担心，想说木头原本的很好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说不行，木头地板真的很好。我原本担心的是，就是因为原本是大理石地板，我原本想说这样子踩起来冰冰凉凉的很舒服，然后想说换木头地板的话会不会踩起来就是很热的感觉，还好吧，但结果也是蛮舒服，对啊，也是蛮冰凉。而且等一下你给你们看他们那个铺完真的是完全无缝接轨，没有之前那么冰，但是它还是是很舒服的，而且是好清理的啦。去帮柔柔开门，它到了。每日都在我家的柔柔又来喽。完全当自己，你看有一种回自己家的感觉。地上的不一样，全部都铺了，全部都铺了。但现在家里很乱，我甚至还有拖鞋。对，它甚至就像刚回家一样。家里好乱哦！哇，要清一清吧。对啊，他现在算是我的得力小助手啦。真的是，虽然很常来我家洗澡啊、睡觉啊、看剧啊、耍废之类的，但他每次我要整理的时候，他都是我的得力小助手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好好来布置一下，希望可以赶快完工。感觉很多东西要收。没错，满山满海的枕头。可是这个颜色很舒服，是不是会比较亮啊？对啊，你变白嘞，那天说话比较白，想开心。干嘛就邋遢？什么意思？变白了，有这回事？哪里可能？好了，我马上开始进攻吧。走。
的，我们现在这两位旁边已经在睡觉了，因为真的太舒服了，终于完成了，起床，起床，起床。这沙发真的很舒服，而且很深，很像一张床。我也想要一个。哎，颜色好美啊！偷偷许愿，而且你知道它除了是奶茶色以外，然后我还特别选了猫抓布的。哦呀，猫呀！为了未来做准备，那还没有猫之前呢，就先有小 baby 买了小果酱，所以就是要避免就是小朋友吐奶，所以我就特别选了这个是很好清的材质。我们来实验看看。但如果等下没有怎么办？那就剪掉，剪掉再弄。到了。好。快点！哎，哇！哎呦，但是你们看，看，就是这个，有没有？哎，不是，但是先救他，是他的衣服，我的衣服要湿掉。哦，你看，它就不会这样渗进去，然后你这样动的时候，它就会流动。哎，很像以前那个学校的那个，好漂亮哦！还是要试验它可以这样子。就是下雨过后，下雨过后荷叶上就会像这样。但应该是说，基本上就是还是不要让它维持太久，防泼水。对，直接擦掉。我知道有些雨伞就是这种防泼水，就是这样滴下去就会这样散开来。很厉害耶！你看，完全是干的。有哎，所以以后那个小果酱的时候呢，就没有问题了，爸爸。